躲了个超杀，给他开枪。来看小二的七枪手对战日本人 Lucky 的阿珍，打死我都没按下盘再次失手。哦呦！好，就这么揍，就这么揍，不要让他出来堵他，堵住他。跳下飞机，那现在只能抓一个头啊！拉亚没反应过来啊，他在吃我。起来之后，对方血量不到200血啊，没有八倍劲儿。高粱大打不起来，挑战梦想没成立啊，毕竟是 Lucky 啊。下来又是个跳重腿破了小孩孙子，那现在打掉小孩400多的血，加油。队友打完了才开竞赛啊，没事啊，那这样我觉得他能够打到反三局。啊，又是这个了，哎呦，我说的不错吧，是吧？怕不怕？武器打一气。好了，现在是武器克隆，搞好的话一套死啊，一个两个，又是这个拉后开枪，拉后前身龙，今天好多拉后前身龙，哇，好轻松啊。本场比赛中国小孩对战日本拉克亚，本场比赛小孩的首发依然是选择了七家社，对战日本拉克亚的珍妮特。首发加射没有了，被这拉克亚的侦测给他压制住，走。哦呦，走起。哎呦，垃圾啊，两箭。垃圾堵了个升龙啊，哇，堵了三颗气，现在小孩有点被动，堵了个升龙。哎，日本人这边出了失误了，小孩能赢吗这一次的血？堵了个超杀，给他开枪，记得关注再走哦。